准考证，考生闭上眼虔诚祈祷，文昌宫祈愿卡挂得满满满，就盼考上自己心目中的第一志愿。希望自己可以考上前三志愿，名额减少了，压力比较大，可是就是一样努力去考试。我觉得其实蛮大，因为你只能掉一两分而已，可能就可能差了某一科差一题就那个就没了。考试在即，心情多少有点紧张。113学年度国中教育会考即将登场，台北市高中职全面见招，不论公私立，每个班级都减少一人，整体算下来大约会少879个招生名额。而明星学校像是北一女、成功高中、内湖高中，更是评估校舍空间、课程跑班需求等因素，直接减少一班。难道说名校窄门更窄了吗？按照比例来讲，事实上孩子们在升学的一个紧张跟压力下是不会有多大差别，因为少子化跟减招是相对的，是少子化嘛，对，所以减招是势必的，因为减招是前面的，他减招是因为他保持那个水平嘛，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该到哪就到哪了。虽然名额减，但整体人数也降低，预估分数不会有太大差别，建议学生针对自己的兴趣所长适性发展，平常心迎接考试，才能正常发挥。环宇新闻王俊宏、黄萱萱台北采访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，即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